好，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要诵的是第七卷的《妙法莲华经》。啊，那第七卷呢，其实讲了五位菩萨，有一位菩萨是在第六卷的后面了哈。它包括了药王菩萨本事品，还有妙音菩萨品，啊，还有一。第三个呢，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是我们最熟悉的第25品，啊，接下来呢还有陀罗尼品，还有妙庄严王本事品，之后最后呢会有一个普贤菩萨劝发品，所以呢第七卷来讲的话，可以说是好几位大菩萨的汇集，啊，那。这个药王菩萨本事品哈，药王菩萨本事品来说的话呢，那个药王菩萨他过去哈，他以苦修苦恨为主，他啊透过燃身供佛乃至燃背供佛啊来供养佛陀，但是呢，说实在啊，他甚至后来很多佛弟子们念到这个呢，都还想要去燃指供佛啊，其实。我们没有把经文读清楚，其实把经文读清楚呢，说如果我们能够受持《妙法莲华经》的功德是胜过这些的了，啊，要我们燃身、燃臂、燃指都不容易啊，啊，而且也是没必要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受持、读诵、书写乃至为人解说《妙法莲华经》的功德才是可贵的，啊。那还有呢，就是妙音菩萨品呐、啊，跟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呢，啊，那么是非常耳熟能详的啊。很多人在《妙法莲华经》没办法七卷全部都来诵持，因为总共有28品，往往大家都是挑其中的第25品，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啊，可以说。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呢。啊，观音菩萨跟我们的因缘特别的深，尤其啊，他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出现在《妙法莲华经》里头。啊，那另外呢，就是有陀罗尼品呢，啊，往往都是一些这些陀罗这个一些透过咒语来护持啊，诵持《妙法莲华经》的人。啊，乃至于都还有一些罗刹女，她也愿意来护持。啊，那这个后面呢，还有妙庄严王本事品。啊，妙庄严王，那么他们一家人呢，啊，国王、皇后还有两个儿子，啊，两个王子啊，因为有一位佛陀来到他们这个国度。啊，他们很想要去听经闻法，就跟他们的母后说，这个母后就说，你们一定要让你们的父王一起去啊，啊，那但是这两个王子呢，就说，哎呀，我们的父王啊，他这个邪见呐，他不可能去的。但是呢，这个皇后说，不行不行，如果我们要去的话，一定要带着他一起去。那怎么去呢？啊，怎么能够诱导他去？啊，所以呢，这两个王子呢，只好想说啊，我有很多神通变化的能力啊，能够飞天啊，能够飞到这个高空上啊，表演一些神通，让他的父王看到。他父王一看，哇，非常的讶异，就问说啊，你是跟谁学的啊？啊，他就说啊，我是跟某某某某师傅学，其实就是要诱导他去怎样去听经闻法。啊，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这个是一种方便权巧的方式，所以就让这个国王一起去了。也因为国王去了，所以他的这个所有宫中的啊，这个所有的人呢，都一起能够学佛。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家人呢？其实也有他们的前身啊，因为他们曾经有4个人一起想要去修行。啊，到这个深山里头去修行，但是这4个人如果一起修行的话，没有资粮啊，会生活不下去。其中一位呢，就说：“那这样子好了，你们好好修行啊，我出去帮你们募资粮，帮你们找食物啊，来提供你们生活。
所以这位呢就出去，他修很大的福报。其实出去的这一位呢就是后来的这一位国王啊。那因为他福报修得多，他没有实际上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所以他就没办法去保持他的正知见了啊，所以他有邪见。但是这另外这三个人呢就有责任让他要回到什么正知见上面来。那另外一个人呢就说，你们两个好好修行好了，我来照顾你们。所以来照顾的这个人就是后来的这个皇后啊，他们的母亲。那这两个孩子呢就是投身为王子啊，他们都非常有修啊。所以呢纵然这个国王他本身啊是邪见，却是这另外三个人是不是都要设法让他能够回到正知见来，是非常重要的啊。好，那最后一品就是普贤菩萨劝发品啊。普贤菩萨其实出现在华严经啊，有普贤菩萨恨愿品，出现在妙法莲华经就是普贤菩萨劝发品啊。普贤菩萨也是发愿，只要愿意受持读诵书写乃至为人解说妙法莲华经者呢，那这个普贤菩萨说他都会骑着六牙白象啊，能够放光，能够来为他啊，来护持他啊。所以前阵子在大智度论里头也看到一个故事，说一个国王非常的护持一个比丘啊。那有的人就问他为什么这样护持，他说哦，我就看到这个比丘啊，到了晚上哇，他的那个金色旁边都会发出亮光啊啊，原来他受持的就是妙法莲华经里面的普贤菩萨劝发品啊而获得的感应啊。好，那我们妙法莲华经总共七卷28品啊，那么所以呢能够透过七天诵持七卷，七天就一整部，七天一整部啊，我们希望能够每天每天的早上啊，都来进行我们的妙法莲华经的共修会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诵第七卷的妙法莲华经。阿弥陀佛。是佛是转为无量无边
菩萨大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释迦牟尼佛白毫光明遍照其光，而是一切金光庄严国中有力菩萨明月妙音九力之中得法，弘扬清净无量百千万亿诸佛，何其成就深深智慧的妙创相三昧，法华三昧，金德三昧，修往昔三昧，无缘三昧，智意三昧，皆一切众生语言三昧，即一切功德三昧，清净三昧，神通游戏三昧，慧聚三昧，庄严王三昧，金光明三昧，金刚三昧，不共三昧，日学三昧，得如是等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大三昧，释迦牟尼佛光照其身，即白净化修王之佛也，世尊我当王一说佛世界，礼拜清净供养释迦牟尼佛，即见文殊师利法王之菩萨，药王菩萨，勇士菩萨，修王化菩萨，藏心一菩萨，庄严王菩萨，药上菩萨，何时净化修王之佛，高妙音菩萨，怒摩金毗婆，山下列香，山南支毗娑婆世界，高下不平，土石出生，灰厄充满，佛身悲笑，诸菩萨从其心一笑，恶度生死外，恶前有序，我生六百八十万有序，度生第一端正，百千万佛光明殊妙，是故如王母亲比佛，若佛菩萨其国土生下也相，妙音菩萨白其佛言，世尊我今已说破世界，皆是如来智力，如来神通游戏，如来功德智慧庄严，于是妙音菩萨不起于作身不摇动，而入三昧，离三昧，离于其度觉山，去化作普愿，化作八万四千种宝莲花，念佛南经为经，梵音为业，金刚为训，增殊加宝以为其胎，而是文殊师利法王之见，是莲花而白佛言，至尊是何因缘显现此瑞，犹若干千万莲花，阎浮檀经为经，梵音为业，金刚为虚，增殊加宝以为其胎，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此妙音菩萨摩诃萨，欲从净化修王之佛国，于八万四千菩萨围绕，何来至此娑婆世界，供养清净礼拜于我，以于供养听法华经，文殊师利拜佛言，世尊是菩萨众可善本，修何功德能有是大神通力，今何三昧愿为我等所是三昧名之，我等已于今修行之行此三昧，难能见是菩萨色相大小，唯一尽之为愿，世尊一身同力比菩萨来临我得见，何时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此教灭度多宝如来当为汝等而现其相，是多宝佛告彼菩萨，
善男子，乃文殊师利法王之于天竺生于寺庙，以不生于彼国，蒙于八万四千菩萨具供法来说及诸国六种尘动，皆悉于七宝莲花百千天月不苦自明，是菩萨摩如光大青莲花严真是和合百千万月明月飘断真不过于此生真今生无量百千功德庄严为得此生光明照耀诸下居处如那罗延坚固之身如其宝台上生虚空具地起陀罗树诸菩萨众恭敬围绕得来一次娑婆世界七度绝山到一下七宝坛一家之百千银钵此时释迦牟尼佛说头面礼诸恭上璎珞和白佛言十转金花修王之佛文讯十转小兵小郎齐聚心里安乐心空四大跳恶佛时时刻人佛众生一度佛不多贪欲成慧于此几度千万佛不不孝不恶不敬沙门邪见不善心不舍无尽佛时尊众生能相佛诸佛愿佛救灭度多宝如来在七宝塔中来听法佛有闻讯多宝如来敢问烧脑感染救主法师尊我今遇见多宝佛身为愿师尊使我灵前二世释迦牟尼佛与多宝佛寺庙因菩萨与得相见是多宝佛高妙音言善哉善哉汝能为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听法华经因见闻说是利等古来支持而是化得菩萨白佛言是尊是妙音菩萨综合善根修恶功德又是神力佛高化的菩萨过去有佛名云雷音王多陀阿切都阿罗诃三藐三菩陀佛明现一切世间皆明悉见妙定菩萨于万二千岁以示万众祈愿供养云雷音王国并奉上八万四千七宝国以示因缘佛宝今生金花修王之佛国有是真理化得于如意云何而是云雷音王佛说妙音菩萨即曰供养供上宝器者其一人佛今持妙音菩萨摩诃萨是化得是妙音菩萨以成供养清净无量诸佛求之得本有之恩和沙等百千万亿那由他佛化得如当见妙音菩萨其身在此而是菩萨现众众生处处为诸众生所持今天或现梵王身或现地士身或现自在天身或现大自在天身或现天大将军身或现毗沙门天王身或现转轮圣王身我现诸修王身我现长者身我现居士身我现财官身我现婆罗门身
故见比丘比丘尼，有婆舍有婆夷僧，我现长者居士妇女僧，我现财官妇女僧，我现婆罗门妇女僧，我现童男童女僧，我现阎罗耶叉千达婆阿修罗迦楼罗金那罗波喉罗伽人非人等身恶说是金诸有地狱恶鬼畜生及周难出劫能救济乃至于王后宫因为女生而说是听话得知妙音菩萨能救护娑婆世界诸众生者是妙音菩萨如是种种变化现身在此娑婆国土为诸众生说是经典与神通变化智慧无所存见是菩萨以若干智慧令教娑婆世界令一切众生各得所知于十方恒河沙世界中亦复如是若因一生闻心得度者先生闻心而为所报因一彼此奉心得度者先彼此奉心而为所报因一菩萨心得度者先菩萨心而为所报因一奉心得度者即先奉心而为所报如是种种虽说因度而为前行乃至因已灭度而得度者是先灭度化的妙音菩萨摩诃萨成就大神通智慧之力即是如是而是化的菩萨白狗也世尊是妙音菩萨身中善根世尊是菩萨诸佛三昧而能如是在说遍现度脱众生佛告化的菩萨善男子及三昧明显一切色声妙音菩萨诸是三昧中能如是饶益无量众生说是妙音菩萨便是于妙音菩萨俱来者八万四千人皆得现一切色声三昧此娑婆世界无量菩萨亦得是三昧及陀罗尼可是妙音菩萨摩诃萨供养释迦牟尼佛及多宝国他以观归本土所经诸国六种震动欲宝莲花挫百千万里种种伎乐及到本国欲八万世间菩萨围绕自尽我修王之佛说白佛言世尊我当娑婆世界饶益众生见释迦牟尼佛及千多宝佛塔礼拜供养有见闻出世利法王子菩萨及天遥王菩萨得清净净力菩萨六世菩萨等一零十八万世间菩萨得现一切色声善美说是妙音菩萨来往定是四万二千天之得无生法忍化得菩萨得法化善美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二十五经以菩萨其从浊气变淡有见何常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一个音乐名观世音佛道无尽意菩萨善男子多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
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一生皆得解脱。若有知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舍入大惑，我不能少。有是菩萨为胜利故，若为大碎说要成其名号，即得解除。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经云流离，则具玛瑙山苦火破珍珠等宝，如于大海假是黑风醉起床吧，要多罗刹回歌，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真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只能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故有人应当悲哀真观世音菩萨名者，必说知道障，寻断断坏恶的解脱。罗三界大千国度，满洲夜叉罗刹与呆老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一而言是之，况不加害舍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从邪教说皆悉其身。真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洲原罪有一上州，将诸上人及持中宝，经过仙路，其中一人着实常言，诸善男子无得恐怖。汝等应当以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成名者，于此愿罪当得解脱。众上人闻具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曾其名故即得解脱。吾今以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为身之力，巍巍如是。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念得一欲若多成慧，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念得一尘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念得一痴无尽也。观世音菩萨犹如是等大威神力，多说饶益，是故众生常因其念。若有女人舍于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念生不得智慧之难，舍于求女，便身断真有孝之女，殊智得本众人爱敬。吾今以观世音菩萨犹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无不当眷是故，众生皆因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吾今亦多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不尽心供养饮食，亦不我取以药浴如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和无尽一言，身多世尊佛言，多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以是礼拜供养，是乐人福真等无余，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智力。吾今以菩萨拜佛言：
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有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实云何不可？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过度众生，应以奉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奉身而为说法，应以彼此奉身得度者，即现彼此奉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文身得度者，即现梵文身而为说法，应以地识身得度者，即现地识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藏者身得度者，即现藏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在观身得度者，即现在观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财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伽罗罗金那罗摩诃罗伽蓝呗蓝单身得度者，即现现智而为说法，应以智金刚身得度者，即现智金刚身而为说法，无尽意识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心有诸国土普陀众生是故，汝等亦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不畏饥难之中能施无畏施故，是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一切经中宝珠璎珞加持百千两金而已与之。若是言忍者受此法施，珍宝璎珞是观世音菩萨不可受之。无尽意不拜观世音菩萨言：忍者名我等故，受持璎珞而是佛告观世音菩萨：当名持无尽意菩萨，即是中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伽罗罗金那罗摩诃罗伽蓝呗蓝当故，受持璎珞即是观世音菩萨名住持中，即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本座而拜，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犹如狮子在神地，
由于娑婆世界二十五天以菩萨一起闻缘世尊妙相聚我今重闻彼佛此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尊极大无尽音如天观音心三音诸方说弘誓深如海地界不思议十多千亿佛八大清净愿我为如略说闻名即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假使心海已退落大火坑念彼观音离火坑变成是我漂流去海浓郁诸回那念彼观音离火让不能摸火再去迷惑为人所推脱念彼观音离如日虚空出火被恶人诸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离不能存一毛火之缘垂到得知道家海念彼观音离现即其持心火照往南湖临心于手中念彼观音离道寻断断快火就尽家说手出背抽签念彼观音离释然得解脱抽取诸毒药所与海神者念彼观音离幻着于本能火与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使其不敢害若恶受围绕离恶浊何故念彼观音力即抽不偏方缘舍即不屑其毒烟火让念彼观音力寻声之回去于雷鼓车电将爆出大雨念彼观音力因此得小山纵山被困而无量不比山观一秒之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之方便十方诸国土无测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不一皆悉一灭增观精进观观大智慧观悲观即智观长远长转阳无垢清净观回日破诸暗人不在空过不明照世间悲地皆雷震自一秒大运出甘露法欲灭除烦恼眼真从尽观处不畏惧真中念彼观音力纵愿悉退三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神秘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无声音观世音今生于苦恼此恶能为作一不去一切功德之言是众生不去海无量是故因定力而是之地菩萨其冲浊其千百不厌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不问世间神通力者当知世人功德不少佛说是不满平时种种八幻世间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妙法莲花经陀罗尼品第二十六二十遥望菩萨即从浊际遍坛有见何藏香佛阿白佛言世尊罗山男子善女人有人受持法华经者若度诵通力多数写经卷得即说护佛高遥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八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等诸
佛，于如意云何其说得故？宁为多佛身多时春佛也，多善男子善女人，能于十天乃至受持一四俱戒，度从戒毕如说修行功德深多，何时遥望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于说法者，陀罗尼咒一首不止，即说咒曰：南无曼陀摩尼摩摩尼，智利哲利地，舍灭舍利多为善地，目的目多利，所利而为所利，僧利所利，刹伊阿刹伊阿契利，善地舍利陀罗尼阿卢切婆娑婆遮毗迦利，尼毗提阿边陀罗尼律提阿三多婆利树提吽鸠提摩鸠提阿罗尼波罗尼首迦叶阿三摩三律婆陀毗提利支提达摩婆利支提僧伽俱那萨利婆舍婆舍树提曼陀罗曼陀罗刹耶多有多罗有罗多角舍略而擦罗而擦耶多耶阿波罗阿摩罗那多耶十尊十陀罗尼神咒六十二一恒河沙等诸佛说说若有情会持八十章则为情会是诸佛意是释迦牟尼佛瞻遥望菩萨耶善哉善哉遥望如弥涅有故此法是故说是陀罗尼于诸众生多说饶益何时勇士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以为有过度诵受持法华经者说陀罗尼多持法师得是陀罗尼罗耶叉罗罗叉罗夫丹那罗吉者罗鸠盘陀罗诃慧等十求其端无能可辩即是佛前而说咒曰陀利摩诃陀利喻之母之华利阿罗婆帝涅利帝涅利多婆帝依知你为知你知知你涅利持你涅利持我帝世尊是陀罗尼神咒恒河沙等诸佛所说一切水悉若有情会此法使者则为情会是诸佛意而是毗沙门天王护持者白佛言世尊我以为明念众生永护持法使故说是陀罗尼即说咒曰阿利那利诺那利阿那鲁那律俱那律世尊一世神咒永护法师我已知道永护持是经者临拜有序内无住衰弯而是持破天王在智慧中于千万亿那由他前他佛中恭敬围绕前一佛说何尝白佛言世尊我以一陀罗尼神咒有护持法华经者即说咒曰阿切尼切尼俱利犍陀利旃陀利摩登伽长丘利古楼沙尼诃帝世尊是陀罗尼神咒四十二亿诸佛所说若有情会持法使者则为情会是诸佛意而是有罗刹女等一名南婆而名毗南婆舍弥俱支十名华持五名黑持六名多巴其名无言
念诸佛名，持一诺求名高第十名，多一切众生尽其十世多参与，于归慈母并其自己眷属具一佛说，同生白佛言，世尊我等已于永护度双手持法华经者出其衰，宛若有此求法事短者令不得边，即于佛前而说咒曰：一提律，一提明，一提律，二提律，一提律，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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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楼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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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西，陀西，陀西，楼西，楼西，拎上我头上。摩那喻跋氏罗耶叉罗罗叉罗诃龟罗布丹那罗吉车罗毗陀罗罗犍陀罗乌摩诃伽罗阿巴摩罗罗耶叉吉车罗仁吉车罗热宾罗依日罗诃日罗三日罗四日乃至七日，罗禅热宾罗男心罗女心罗通男心罗通女心，乃至梦中一夫莫恼，即于佛前而说其言：如不顺我咒，恼乱说法者，头破浊气奔如阿利树枝，如沙虎目坠，亦如牙有羊，都称其狂人跳大破神诀，凡此法师者，当获如是羊，诸罗刹女说此其意。白佛言：世尊，我等以当身自有护受持，独受修行是尽者，令得安稳。离诸衰患，消众毒药，佛告诸罗刹女：善哉，善哉，汝等但能用护受持法华名者，不不可量。何况用护具足受持供养金券化香璎珞摩香土香烧香梵盖金月燃种种灯素灯油灯烛香油灯素摩那花油灯占婆花油灯波斯伽花油灯油婆罗花油灯卢氏灯百千种供养者高地如灯及卷书应当用护如是法师说是陀罗尼临时六万八千人得无生法忍妙法莲花经妙庄严王本师品第二十句二十佛告诸大众乃王不是国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云内应修王化智陀陀阿伽度阿罗诃三藐三菩陀国名光明庄严皆名悉见毗波罗中有王名妙庄严其王夫人名曰金德有儿子一名金蝉二名金焰十儿子有大神的不得智慧九修菩萨所行之道所谓檀婆罗蜜是罗婆罗蜜禅地婆罗蜜毗梨耶婆罗蜜禅婆罗蜜般若波罗蜜方便婆罗蜜慈悲喜舍乃至三十七品诸道法皆悉明了通达有德菩萨尽三昧日行修三昧金光三昧金色三昧金照明三昧常庄严三昧大威德藏三昧于此三昧一悉通达二十毗婆于印度妙庄严王及名涅众生故所示法华经是金章经言而至
当其无所合时，执着障碍眼，缘不妄议，云内因修妄化之佛说，我等亦当时从清净供养礼拜所依者法。此佛于一切天人众中说法华经，一因听受不到此言，如复心受外道，身着婆罗门法，如来因王白骨，于恭俱去金章金叶，何时执着障白目，我等是法王之老身，此邪见家不告此言，汝等当有念如父为先身边多得见者，心必清净。我听我等王之口说，于是儿子念起不顾永在虚空，高起陀罗树现种种身边于虚空中，金柱坐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下出水，身上出火，火现大身满虚空中，何故现小，小故现大，于空中灭，忽然在地，如地如水，如水如地，现如是等种种身边，令其不忘心净心戒，是故见之神力如。如是心大欢喜，得慧成用，何藏相子言，汝等是为是谁？谁之弟子？儿子白眼大王，比云内因修王化之佛，今在七宝菩提树下，八座上座于一切世间天人众中，广说法华经，是我等是我师弟子。不欲自言，我今遇见汝等，此时可恭俱往。于是儿子从宫中下，到其母说何藏白目，故往今一心皆看人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为复一作佛事，愿目见天于彼佛说出家修道。而是儿子欲从玄机以及白目，愿无妨我等出家做沙门，诸佛神难知我等随佛学，如有淡薄化之佛故难施，托出难以难，愿听我出家母亲告言，听汝出家所依者何佛难知故。于是儿子白父母言，善哉父母，原始王以云内因修王化之佛说，清净供养所依者何佛难得知，如有檀波罗花，犹如一眼之慧之父母空，而我等殊不深厚深知佛法，是故父母当听我等令得出家所依者何，诸佛难知是亦难于彼时妙庄严王，后宫八万四千人皆悉看人手持十法华经，金眼菩萨与法华三昧就一同大金刚菩萨，已于无量百千万亿劫从大力处而去三昧，于令一切众生力处而去故，其王不忍得诸佛及三昧，能知诸佛秘密之障，而自如是一方便离苦上化其苦，令信心皆好要佛法，于是妙庄严王与群臣眷属俱尽得夫人与后宫臣女眷属俱齐，王儿子于十万二千人俱，一时恭一佛说道义，
后面离诸肉佛善杂却诸一灭，二是彼佛为王说法，是教离西王大还愿。二是妙庄严王及其夫人，皆亲臣诸一罗将至百千以三菩萨，于虚空中化成是诸宝台，台中有大宝床。五百千万天一起上有佛结迦趺陀放大光明二十妙庄严王座十念佛身悉有端严殊德成就第一微妙之舍是云雷音修王化之佛告此中言汝等见是妙庄严王与我前合掌礼佛持王与我法中说比较勤勤修习诸佛道法当得作佛好说罗树王佛名大王解名大高王其说罗树王佛有无量菩萨众及无量声闻其果品成功德如是其王即是以国福地与夫人儿子并诸眷属于佛法中出家修道王出家已于八万四千岁常清净净修习妙法华经过世以后得一切勤功德庄严三昧即胜虚空高七多罗树和百佛念世尊赐我儿子一座佛事以神通变化转我邪心令得安住于佛法中可见世尊此二字这是我善知识位于法器术士善根饶以我故来生我家何时云雷音修王化之佛高妙庄严王言如是如是如如说言多善男子善女人众善根故事是得善知识其善知识能作佛事是教离西林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王当知善知识这是大因缘所依化道林的见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大王如见此二字佛此二字已成供养六十五比百千万亿那由他恒河沙诸佛清净恭敬于诸佛手手持法华经明念邪见众生引诸正见妙庄严王及从虚空中下而百佛言世尊如来身稀有以功德智慧不定上肉体光明显照其业长光而感情舍每见好像白鹿和月直白其密常有光明纯色持好如平薄果二十妙庄严王赞叹佛如是等无量百千万亿功德已于如来天一心可赞不拜佛也世尊未曾有也如来之法具足成就不可思议微妙功德皎洁说心安稳乖善我从今日不负自随心情不生邪见骄慢成为诸恶之心说是欲与离佛而出佛高大众于意云何妙庄严王其一人故净化的菩萨是其净的仆人金佛前光照庄严像菩萨是爱民妙庄严王及诸眷属故于彼众生其儿子则见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是是药王药上菩萨成就如此诸大功德已于无量百千万亿
诸佛说之中的本，成就不可思议诸善功德。若有人世时而不舍名字者，一切世间诸天人民亦因礼拜。佛说是妙庄严王本是平时八万四千人愿力成愿成离垢于诸法中的法眼睛妙法莲花经普贤菩萨劝法品第二十八二十普贤菩萨一直在神通里为得名闻与大菩萨无量无边不可成数从东方来说经诸国普皆震动于宝莲花诸无量百千万亿种种机缘由于无数诸天龙夜叉乾他波阿修罗迦楼罗金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大众围绕各显微的神通之力到娑婆世界起初觉山中后面的释迦牟尼佛又绕其他白佛言世尊我欲保卫的上王佛国要闻此娑婆世界说法华经于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诸菩萨众共来听受为愿世尊当为说之若善男子善女人于如来灭后云何能得十法华经佛告普贤菩萨若善男子善女人成就十法于如来灭后当得十法华经以这为诸佛护念而这之中的本三德如正定居十者法救一切众生之心善男子善女人如是成就十法于如来灭后必得十经而是普贤菩萨白佛言世尊于后五百岁作二十种既有受持是今天者我当守护足迹衰患临得安稳是无是求得其变者罗摩罗摩之罗摩女罗摩女我为摩梭作者罗耶叉罗罗叉罗鸠盘陀罗毗舍舍罗基舍罗夫丹那罗维陀罗等诸恼忍者皆不得辨世人罗心罗力度从此今我二十乘六亚百相王与大菩萨中举一即说而自显身供养守护安慰其心以为供养法华经故世人如作是为之经而是我不成百相王先其人前其人若于法华经有所往事一句一句我当教之与共读诵还你同理而是手持读诵法华经者得见我深深的欢喜转不听听一切我估计的三昧及陀罗尼名为玄陀罗尼百千万亿玄陀罗尼八音方便陀罗尼的如是等陀罗尼世尊若后世后五百岁作二十种比丘比丘尼有婆舍有婆夷求说者受持者读诵者书写者于修习十法华经于三七日中因一心精进满三七日以我当成六亚百相与无量菩萨合自围绕以一切众生所悉见身现其人前而为说法是教理心以不欲其陀罗尼咒的是陀罗若你不有非人能破坏者以不为女人之说惑乱
国身以至成故事人，唯愿世尊听我说是陀罗尼咒及欲佛前而说咒曰：阿檀帝檀陀婆帝檀陀婆帝檀陀鸠舍利檀陀修陀利修陀利修陀罗婆帝波陀婆僧尼沙婆阿婆尼阿婆多尼萨婆婆萨阿婆多尼修阿婆多尼僧伽婆利伽尼僧伽涅伽多尼阿僧祇僧伽婆伽帝帝利阿多僧伽兜略阿罗帝波罗帝萨婆僧伽帝三摩帝伽蓝帝萨婆达摩修婆利伽帝萨婆萨多罗陀迦舍略阿耨伽帝心阿毗吉帝帝帝世尊若有菩萨得闻是陀罗尼者当知普贤神通之力如法华经行愿菩提有受持者应作此念皆是普贤为圣之力若有受持读诵正一念皆其以去如说修行当知是人心不相信于无量无边诸佛说身中善根为诸如来手摩其头若但数些十人命中当生道理天上世世八万四千天女祖宗几月而来迎之几人几说其宝花于财泥中于乐百乐何况手持读诵正一念皆其一句读说修行若有人手持读诵皆其一句十人命中为千佛手手令不恐怖不多何去其望都率天上弥勒菩萨说弥勒菩萨由善事而向大菩萨众所供围绕有百千万亿天女眷属而与众生有如是等功德利益是不知者应当一心之数多是人数受持读诵正一念如说修行时尊我今以神通力故受护持经于如来灭后眼福体内光明流不时不断绝而是释迦牟尼佛在言善哉善哉普贤如能护住世界令多说众生安乐利益努力成就不可思议功德神大慈悲从久远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能作是神通之愿守护世界我当以神通力守护能受持普贤菩萨名者普贤多有受持读诵成一念修习书写十法化经者当知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如从佛口闻此经典当知是人供养释迦牟尼佛当知是人投赞善哉当知是人为释迦牟尼佛受摩祈头当知是人为释迦牟尼佛以此说不如是之人不过贪作是人不好外道尽数受彼一呼不息清净其人及诸恶者若徒儿若虚如养鸡公若烈士若血脉女舍使人心意直至有正一念有福德力使人不为三毒所恼亦不为嫉妒我慢邪慢正上慢所恼使人少欲知诸能修普贤之心普贤若如来灭后后五百岁若有人间受持读诵法华经者应作十念只能不求当一道场佛出魔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转法轮起法故，吹法罗喻法喻，当作天人大众中时之法座上，普贤罗喻后世受持读诵是经典者，世人不复贪着衣服，我具饮食之身之物，所言不虚，一于现世得其不报。若有人轻诲之言，如狂人而空作实心，终无所获，如是罪报。当时是不言，若有供养赞叹之者，当于今世得现果报。若不见受持是经者，出其国厄。若是若不是，持人现世得百来病。若勤孝之者，当时是牙齿数缺，唇唇鬓鼻九窍流离，眼目窍来，身体丑秽，恶臭脓血水不断气，诸恶种病是祸不现。若见受持是经典者，当其原因，当如其佛说是普贤全法品是恒河沙等无量无边菩萨得百千万亿旋陀罗尼三千大千世界微尘等诸菩萨具普贤道，不说是经是普贤等诸菩萨舍利弗等诸声闻及诸天龙人非人等一切大会皆大欢喜受持佛音，着力而去妙法莲花经卷第七，临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波罗尼地尼和兰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真定切地萨婆诃。临波离波地求和求和地，波罗尼地尼和兰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真定切地萨婆诃。尼婆尼婆地求和求和地，波罗尼地尼和那地，毗尼尼地摩诃切地，遮尼切地萨婆诃。好，各位菩萨，大家阿弥陀佛。我相信我们七天诵持《妙法莲华经》七卷一整部下来，如果用心受持的人，相信都非常的法喜充满的。七天，那么一部《法华经》，那我在想说，我们可能不止诵一部。我们打算呢，大概要送个五部呢，就35天啊，35天。但是啊，因为我们的六月的第二个礼拜六礼拜天，6月12号、13号，还有6月19号、20号，因为还有大制度论的课程，还有北投觉峰学院的法会
还有永修金色的法会，这两天呢我们就暂停一下、啊、那么共同来、啊、听闻大智度论的课程跟参加、啊、药师忏还有水忏的法会。那这样子呢、大概我们整部、啊、整个五部妙法莲华经送下来大概可以送到7月9号，7月9号、啊、那等于五部七卷，那35天加上4天，大概到7月9号。那如果诵持、啊、就看每一个人能够诵持几部的妙法莲华经、啊、也可以做记录下来，我们也将会在我们的法会当中做功德的回向、啊、因为能够诵持妙法莲华经是非常可贵的、啊、所以呢啊、这部《妙法莲华经》呢的经文当中也讲到、啊、说《法华经》就譬如、啊、川流江水诸水之中，海为最一，最为第一啊，啊《妙法莲华经》如同海水一样、啊、那么这个川流江河呢都比不过、啊、海的大，那么也如同啊土山啊，黑山，小铁围山，大铁围山，还有石宝山，众山之中呢，那么须弥山最大，妙法莲华经亦复如是、啊、就如同须弥山这么大。还有呢，就像天上的众星之中呢，这个月天子最为第一、啊、那么我们这部妙法莲华经亦复如是、啊、在所有的诸经法当中呢，那么最为照明，也如同日天子、啊、能够除掉诸暗，这部经也是这样，能破一切不善之暗、啊啊、所以呢我们这部妙法莲华经可以说是诸经中王、啊、也如同清凉池能够满一切、啊、诸渴法者哦、非常口渴的人，哇，一面对了这个清凉池、哦、就 不至于这个饥渴啊。还有呢，如寒者得火、哦、也如裸者得衣、哦、也如子得母，也如渡得船，也如病得医，如暗得灯，如贫得宝，如民得王，如骨刻得海，也如火炬能够除掉我们的黑暗、啊、所以我们能够、啊、在这样子7天7天、啊、当中一步一步的妙法莲华经诵持下来的功德，那是不可限量的、啊、那因为法华经是诸经中王，我们借着诵持妙法莲华经、啊、也在我们除疫啊、在这个疫情当中能够防疫而不放疫、啊、利用我们、啊、宅在家里头、啊、不方便出门，乃至将来纵然能够出门，妙法莲华经也成为我们的功课、啊、尤其妙法莲华经里头也讲，如果能够受持读诵书写乃至为人解说如法修行的话，那么功德是不可限量的、啊、我们借着疫情期间、啊、我们的身心上面能够得到安顿，能够充满了善念善缘、啊、善因善缘、啊、能够造下很大的这种善的因缘业力的话，相信、啊、能够让我们很平安的度过这一场的这个疫情啊、这个疫情呢，希望、啊、让我们学到的不是人际之间的仇恨与对立，而是人际之间的关怀与包容、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修行上面点点滴滴去面对现实的这个世间呢，其实还是要不断不断的来启发我们的这种善因善缘、啊、造下善的因缘业力，累积啊、福德功德、啊、福慧功德智慧资粮，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大概啊，在四个礼拜当中，我们在诵四部的《妙法莲华经》来共同啊，来共修啊。好，那在这里能够祝福大家啊，这个平安喜乐，法喜充满，阿弥陀佛。